近期真假万变异株在国外全球范围内其实是快速上升的，已经成为了主要流行株。部分国家疫情上升的幅度比较大。当前咱们国内新冠的形势目前是处于一个低水平流行， JN.1 的占比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已经呈上升趋势，有可能逐步发展成为咱们国内的这个流行株。JN.1 变异株是还是属于奥米克戎变异株，整个是从近期世界卫生组织它的评估，根据现有的证据评估认为，JN.1 它的传播力和它的免疫逃逸能力是增强的，但是没有证据提示它的致病性是增强的，因此而且既往感染还有接种这个 XBB 疫苗是对其有免疫保护的一个交叉作用，预判它带来的这个公共卫生风险是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元旦春节假期临近，春运也即将开始，人员的流动将大幅上升，预计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冠疫情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在春运期间，新冠疫情还有其他这种呼吸道传染病的疫情可能会上升，特别是会增加老年人还有这种有慢性基础疾病患者这种脆弱人群，它发生重症和死亡的一个风险。可能对救治能力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这种医疗服务系统带来一定的压力，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周密安排，提前做好各方面的一个准备。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国外疫情形势还有流行株它的一个变化情况，进行及时的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